这次亚运会跟之前的几次比，可能之前的亚运会每次还有下一次，对于我来说可能原来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了。昨天晚上发了个微博，29岁只是个数字，是不是？可能对于外界的一些声音，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？运动员吗？还是用实力说话？觉得提升最大的可能还是心态吧，因为这已经是我，算是第二次复出了。第一次复出的时候，我可能还要不停的就是去给自己心理暗示，告诉我自己我很强大。但这一次，我觉得已经轻车熟路了，所以我也不需要暗示自己了。不管有多困难，只要来到了，只要到了赛场上，就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顶住。我从来都不在意年龄，当我在跳马上的时候，甚至都想不到年龄问题。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不论是16岁、30岁还是40岁，我们平等的竞争。